今天是没有多多老师带我，我好紧张，我好害怕，我好害怕，我好胆小，是救命啊！有人吗？我好害怕呀！真是感觉这个游戏竟然还要我一个人过传说任务。哦，世界就是如此冷漠。作为一个胆小且卑微的男孩子，今天我那天竟然一发抽出了帝君，他就这么来到了我的队伍里。可是我发现我没有魔拉和经验书养他，真是好头疼，好苦恼。所以他现在只有这么大。黄铜在酒，黄龙天下第一斗。喂，这我配的时候是不是爬起来喘得太吃力了呀？一斗是不是应该更……很轻松就爬上去了才对啊。有的人配的也很吃力，有的人配的会很轻松。前面的区域，以后再来探索吧。不是我不是。不是你不要拦着我上山，我要去渡海啊我。前面的区域以后再来探索吧。你这个小朋友不要管大人的事情好不好？不是我们干正事呢。前面的区域以后再来探索吧。行吧，那我估计从这应该也能飞过去。哦，看来还是要来吧。凯呀。哎呀，真气！又想起了冻血吧？如何？老实点！冻血吧！啊，行，冲力能不能飞过去啊？冻血吧！动，他音比我高，动鞋吧，我要个下几个音才行。对，下个，哎，什么？哎呀，不死吧，这个体力的设定啊，它就很没有必要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多。不会吧，不要搞我，不要站。能不能我快点做任务啊。不学你了好吧，不学你了，真的是。老实点。那我下一个几个音。我烦了，哎呀，这个如何？这，你看我到这个音已经破了，已经变成假声了。孙燕老师是男高音，标准的抒情男高音，所以他唱歌特别好，特别轻松的感觉。像我就是，我是戏剧男中音。老实点。啊，这音乐真的很好听。这个如何？原神的音乐我真的，哇，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的，冻结吧，品味特别好，特别的舒服的感觉，听着。这个如何？这冰能其实是几秒啊？老实点儿。这个如何？这个如何？冻结吧。冻。这个如何？男高音的音域还是这个应该可以爬了呀，就。
此处散落了一些残骸。我太笨了，不好意思。如果组合起来，特别像和炎之魔神有关的东西。参照一旁的提示。哦，这个我会，这个我会拼图，拼图。破解这个机关了。这是个乙，等等，我再过去点。它应该是个什么形状？咦，它应该是不是该站上面来看的？不对，是，它应该是个什么样子？它那个。哦，是拼在这里。看吧，天恒在南，瑶光在东，绝云在西，清澈在北。有了这些提示，你一定有眉目了吧？老师，你说什么？老师，你刚说什么？我刚刚在看窗外的蝴蝶，我只听到什么东南西北。这个。哦，我听见了，没事，我找得到。啊，啊，什么是方碑呀？谁能告诉我？是用它吧。请教别的同学。天恒在南，瑶光在东，绝云在西，清澈在北。谢谢老师，再提醒我一下。再试试看吧。West, North。哦，不对，这是南呀，南，东。西北呀、给我瞧好了，快哎呦，封印真的被打开了，不愧是钟离先生。我打了半天打不动。这个蓬岛是不是他自己的蓬岛？哦，好厉害！哇！不科学，他使的是枪啊，也很重的应该。哇，这使枪怎么那么快？爬柱子上去吗？哦，是懂了。再来个柱子。震天撼地。震天撼地，爬柱子，然后啊，是我们爬柱子上去啊，柱子不够近，迷坚不摧，不是，那我再放一个柱子，臂力千仞，啊，这次应该够近了，柱子再放一个，迷坚不摧。什么呀？不知道，这边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这边都我。李千仞，柱子，哎呀，柱子。因为你立下了契约，阎王帝君曾说，对，契约继承，食言者当受食言之罚。是，原来是这个言的意思吗？那是你们璃月的神，我是至东来的，我。到哪就有哪的规矩哦。食言之法，你自己感受一下吧，可不会太轻松的，会很咸的。这样，臂力千仞，太用力了吧！哎呦，我算错了，喂，哎呦，
天动万象。哦，我是不是打歪了？什么？他一个天动万象就没有了吗？啊！你的收获没有我没收。这！啊，他一个天动万象就没有了吗？这就是导演的，这就是导演的厉害吗？哇，牛！哦，是飞到那里吗？哎呦，阿布纳伊，阿布雷克的谢布拉的布拉伊，好呀！他能不能不要设计的那么远呢？怎么过去啊？哦，还是要走正道啊！提醒们不要走捷径。你这都飞不过去。看来我离一个睾丸还有很长的距离，我的直播不会无聊的啊，挺好。我很怕我成为一个睾丸，我的直播就无聊了。看来这个担忧还是太早了。我知道怎么爬。得先退出是吧？哎，这个宝箱呢，我不舍得拿。这个是，到底要不要拿呢？发生这么残酷的故事，我都不想拿宝箱了，就放在这边。哎，以告慰他们的。告慰这些逝去之人的亡魂吧。算了，是吗？半夜想要抒发感慨，跑到那么高的地方去，真的是。钟离先生还是很健康的，还是很有闲情逸致的。能直接上去？怎么上去？怎么直接上去？旁边有路，旁边。咦，这地方他不能啊。完蛋了，我卡在半山，这个，这是在哪？哦，我去呀！哎呀，你上去容易，我上去可不容易。虽然你对于规矩、对于契约非常在意，但是你对这个人情啊。哎，还是需要多修炼修炼，不能光为自己考虑，对吧？你要考虑一下别人能不能跟上你，对吧？你看，天都亮了，我为了跟你跑上去跟你交谈。我觉得他可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加油！这地方可以休息了。哎，算了，还是给你吃个鸡好了。钟离先生啊，你看，我为了陪你到天台唠嗑，总算上来了。以后能不能多考虑一下
多考虑下别人的条件，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想去哪就去哪的，不是所有人都能很轻易的遵守，不是所有人呢都能轻易遵守你的契约的啊。你订契约的时候考虑一下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情况，对吧？你看这个是鬼他都已经这么吃力了，更何况人呢？找什么事？数千年前离月纷乱不止，我与众仙荡敌四方，岩枪镇压诸魔神之地孤云阁。哦，历经千载，最终也只留下坊间的掌故与传说。奥塞尔，你我是敌非友，但旧时代的对立也只是旧时代的回忆而已。就让一切都随风过去吧。赫乌利亚的遗物就由你来吞噬吗？哦，离月岗看来也没多重嘛，从此又少了一份。地天之间的万象只留待后人评说。啊，哎呀，钟离先生不要这么沉重嘛，虽然你讲的事情好高深好久远，但是我感觉到你并不开心呢。笑一个，不要小瞧斗虫啊，在一次次拼搏中用汗和泪浇灌出更强的自己，这就是人生啊。笑一个，笑一个，哎呀，笑一个，笑一个，每天都要开心啊，每天都要蹦蹦跳跳的开心。每天都要开心，你旺我旺大家旺。好吧，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讨老师怎么讨他开心。行吧，那我先走了。